中心林玉正总教练，他是国家 A 级的教练，他上江其实除了保有传统的眼睛、传统的文化、传统的传统艺术，也结合了武术。虽然在练习过程中，不只是为了传统艺术的传承，也是锻炼自己的体魄。非常的热烈的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热情的掌声，欢迎参加国中上江军训赛。苏林公如来，予你祝福你消灾延寿，阿弥陀佛。咱去台湾是西方三圣殿，咧自一只发船，咧对五十个世到个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造景非常特殊，希望你有这个姻缘，会能搭上这一艘划船，将来你会当过身到这只法船，你就功德无量。明年十一月要办一个在家五戒菩萨戒，啊，你若想讲想一个戒无改变一个命运的，啊，无改变一个业的。啊，看咩是这个网络内底报名，啊是要打电话来关照师报名，拢会使。欢迎你来得到一个清净感。台湾是建筑现在正正伫咧装潢两套设计的时阵，希望你来咱斗个三工，斗天啦！现在拢种一口糖啊，嘛好种一个门嘛好。现在加麻烦，用
飞碟后啦。山椒提炼加何首乌萃取液，何首乌可营养发根，使秀发乌黑有光泽。法界山椒的花系列产品，每套三瓶，结缘价880元，货到付款。订购专线07-222-5612，花博账号41929931，著名法界传播股份有限公司。各位顾客幸福，南海国三三重南海讲堂将于国历10月19日到25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水陆大法会，欢迎十方大德随喜参加命脉谈，报名电话04-711-8209。求智慧，懂得立地得失，才能圆融处事。求恩惠，能给人好处，也能给人关心。求真慧，时时都有善缘，处处都有贵人。法界卫星何时？法界客服专线07-222-5612，07-222-5612。介绍的是地藏菩萨。那么地藏菩萨是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的时候托付给他，那弥勒佛他出世这一段期间教化六道的众生，所以他发了很大的愿，他就地未空誓不成佛。他跟观世音菩萨大悲他们是互相在人间教化众生，他们的愿力各有不同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地藏菩萨呢，请看后面这一章。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衣服的画法，衣服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画的是里边这一件。那么要开始画呢，它这个衣服是属于比较厚重的，跟刷，它是一个块面去把它刷。那么这一件的阴影呢，要记得就是左边跟右边是对称。那么我们因为这边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来做一个比较。这个等于是阴影的部分，那么你阴影面要把它强调出来，就是把阴影的部分把它洗出来。那么像这个衣摆的部分呢，
啊，左右边它也是对称的，左右边对称。那么它的暗面就是上一块布它底下啊，尤其是这个下摆的部分非常明显啊，这个阴影啊应该不会写错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啊，看这边的示范衣服呢，什么颜色啊，并没有规定啊，没有规定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示范这边。首先现在洗的部分呢是衣服啊，它衣服的部分记得一样，有原料里呢，有原料的那一支笔啊，水分要湿一些啊。那么另外一支啊，如果说我们有用的啊，洗脸啊，或者是洗比其他比较浅的哈，来、淘汰掉的笔哈、可以洗深一点，那一样要洗渐层哈。也就是说，比较深的地方，它就是暗面比较多的地方，可以把它洗得比较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能够把它跳开，不要它的间隔哈、间隔把它跳开，不然的话常常会糊在一起，不好处理。那么我们现在在示范的这一件呢，我们用的是墨绿色。那么袈裟呢？等一下我们也会示范。那么，我们这个墨绿色呢，我们不会把全部画完。我们在课堂上，都是重点式的，跟大家示范。所有的衣纹全部都是这样子啊，阴暗面先表现，那么整件都是这样子啊。要记得就是比较深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它是比较折痕比较多啊，它我们阴影的部分就是属于比较深啊。那么我们在画阴影的时候啊，它整件啊，整件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看后面这里啊，现在在画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包括袖子这个。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整件不是左右这样涂，而是它每一条啊，你由上下，由上平涂到下，由上平涂。